媳妇刚好公公公公的那个，就要给他补上他这个外衣。秋笋要旁边嘛，应该封的。旁边嘛，应该封的。旁边嘛，应该封的。真的，真的，他还有伤口。具体有一点私交了，哎。我那个没私交。好，那啊，是贵人啊，贵情侣。哎，你二十分钱。好，记着好。那就当做回忆就好。无啦，这有迄个自由卖伫遐个啦。大哥，大哥，家己已经有阮的人伫遐。啊，你咧行？有限度？啊，这敢有超过限度？这个自由无超过限度，卖去讲遐啊。这编号，我代表伊啦。这编号，无啦无啦，这编号号是袂得啦。无啦，这编号号是袂得。你我代表伊，伊号伊表示讲，无啦，大家无恁代表伊的编号，但是你号。想起咩啊？就代表伊。你号伊，你号伊，你号伊。你若买话，伊就无。我那个，我那个，这里。搁袂动的时阵吼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是啊，你甲一个入面尔，其他人入无到，安尼下比。卖讲规群人入去，对啊，无想去买，互阮理事长入去。对。护士联盟的迄个高一张医师吼，啊，啊，今日特别多来。从三标到八，至少要三。你袂使安尼啦，派一个代表。你这个违法吼，违法的代志吼，袂使安尼做啦。老大也三个啦，一个老高。叫翕死！一个等下，哎，才才斯文的嘛，叫翕死！哈哈哈！你啊，三条，三条，三条啦！啊，无啦，无啦，无伫内底，你袂使安尼啊，吼！这一个民选的市长会当安尼吗？袂当啦！超过几斤啊？来，要十五分啊！哦，这二十公尺爱行十五分呢。要等事，要等多久？什么叫事先讲？已经来了二次了。卖过，卖过迄落，卖过底下讲迄落啦。恁的听书已经唔对啊啦。迄，阮两年外来，顺看行偌济。这个都市智慧可以让私人纪念馆，来让私人盖纪念馆，这是什么样的政策？这是什么样的政策？如果说实际上这是政界的对的政策，请大家大大方方的讲。当美术对我来讲是重要的，可是我们就是不知道。公益。公益甲公益有坚守无？咱民进党咧即个时阵，拢口口声声咧讲公益的时阵，即件代志有公益无？第二项，为什么即件代志无公开透明？公开透明。我通报二十一分钟啊，我开始伫遐一直甲恁查，恁有够牛啊！我是觉得说，你今天说要来听我们的音乐。
市政府这争议性的所在，这绝对是乌心作业。一端去做这样一个不值得的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们要拜托这么多民进党啊，或者说郑丽文啊出面啊？因为毕竟我们的民意是无法达到市长的，对不对哈？这么多郑丽文啊来替我们引荐一下，因为凭着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应该可以看到市长。或者市长会很诚意的回答我们说，到现在政府还不做一个公开公平的、很公开的讨论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？你觉得有还是没有？我的了解是，曾经我们的机关还有我们有一些长比较高，不敢讲的这么肯定，我也怕我是不是资讯不够充分，我怕我讲的没那么好，所以我跟大家讲是，我的了解是曾经有过一些长官有跟大家有过一些讨论。你知道我们最近要求公民论坛的结果吗？这个部分我不那么熟悉。讨论，这为什么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市政府不敢做的事情？这种事情公开讨论就是你们市政府会议不敢做，为什么不敢做？陈局市长知不知道他们你们不敢做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可以回答吗？陈局，大家可以这么好，可以讨论的这么激烈的、这么有趣的事情不敢做，为什么不敢？就我们回来问，到底陈局市长懂多少，还是他知道了不想回答？因为我不是，所以我们才要见他，因为我们最后不晓得到底他懂不懂我们这些诉求、啊。其实我们说很坦白的了，伊也有欠人情，哎，讲伊要欠人人情来讲，其实反正我来甲斗相共啦。那大家再有机会这样讨论吗？你们就要下决定要盖了吗？你决定，你们是这种现在决定什么要盖了吗？还是要再等吗？我们不喜欢一直舔人家冷淡嘛。你们到底决定什么？你们内部现在决定是什么？最后的决定我不清楚，我不相信最近没有人打电话去问，你们都怎么回答？都推给文化局去回推那个一封那种八股文的回答吗？你们从短啊，好，那同样对这件事情，我相信文化局。那个干爹，干爹，主任哈，那麦克依然哈，你问什么他都不知道了哈。啊，一种店。那个刚刚薛先生也有讲哈，谢谢老公啊，不是一个星期之内我把这样子的讯息转达给你，就是把今天播。对，结果到现在三个礼拜完全没有下文，一通电话都没有，怎么处理怎么样，连一个任何